吉尔吉斯共和国位于中亚地区的心脏部位，地处于旧时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与哈萨克斯坦、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直通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市场，甚至还可进入海关联盟成员国海关领域以外的市场。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独立自主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人民生活在一个能够确保他们的权利、自由、安全、舒适、多语言的内部环境中，经济持续增长，提高投资吸引力。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是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部分，这里实行着特殊的自由经济区专项法律制度。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成立于1995年，占地面积为346.09公顷。自由经济区有自己独立的预算，用于执行指定目标和任务的管理机构和先进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位于比什凯克市前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国立展览中心，占地43公顷；位于楚河州阿拉姆东区阿克奇伊村比什凯克市向北10公里处，占地203.09公顷；距离马纳斯国际机场5公里；位于楚河州扎内区卡拉巴塔尔市，离比什凯克市60公里，区域所占面积100公里，附近有铁路，铁路运输方便。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为成功创造了所有必要的条件，所有必要的现代化工程和通讯网络都已完成，通讯、互联网、电力、污水处理设施、供气和供水工作无可挑剔。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受到保护，同样对安全的防护高度重视，基础建筑和通讯设施仅用于租赁，通过租赁吸引直接投资。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提供以下机会：低租金，包括生产场地和办公场所、土地；进口设备、原材料和产品到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的权利；在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利润税零税率、财产零利率、土地税零税率，是世界上水电资源最便宜的区域之一，享有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客服部最全面的服务，低成本劳动力市场广阔，实行资本出口免费。在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内有银行机构向自由经济区的主体提供结算和先进的服务。目前来说，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是最有效的吸引外国直接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投资的渠道之一，这归功于实行的特殊制度，它有利于创建和开发不同配置公司的商业项目。在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有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韩国、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现在在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有330个公司，其中40%的公司是由外国投资者全资参与，25%的公司为合资公司，35%的公司由本地投资者全资参与。目前生产产品的种类达到了60个品种。将您的产品放在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考虑其优势，您将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竞争力，缩短投资项目的投资回收期。由于无需缴纳增值税，因此在将设备、原材料和产品进口到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时无需缴纳关税，因此减少了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在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内的活动受到如下监管：关于吉尔吉斯共和国自由经济区的法律，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条例，关于关税联盟的海关区域内的自由经济区和免税海关区的海关程序的协议。自由经济区的主体扩大对吉尔吉斯共和国法律规定的投资活动、投资者权利和投资保护的保障。欢迎来到比什凯克自由经济区。